嗨，大家好。好久没在车上吃便当了。你要卤来鸡喽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想要一人一半这样子。鸡卤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就变鸡卤饭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鸡卤饭这样要加钱。所以点了一个卤肉，一个鸡肉。对。有吗？但鸡肉其实肉蛮少。好、还会小声一点。那毕竟它的，因为便当你才70块。也是。香哦。叫我手臂你出你我拿。妈妈，你看。嗯，萝卜。可以的。哦，好，那我捡起来。吃一个。哇、嗯，高丽菜。拿去。好吃的萝卜。你在这里吃，你在这里吃，不要过来。位置很小。今天要送草莓的日子。嗯。香肠还不错。来，哥哥，妹妹啊，妹妹拜拜。那鸡肉饭那个汁啊，那个鸡油啊，啊，粉丝，多加一点下去。啊，那个，不要撇到我的衣服。不会。卤肉的肉不是肉，鸡肉的肉不是肉，碎肉。嗯，小心。那还可以吃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他们家地上。然后肉，这个。嗯。要什么？水在这里。这里。没水壶。这里。超久没在车上吃便当，虽然这火鸡肉饭，就是跟那个卤肉饭没有很到位，但是饿什么都好吃，就是填饱肚子。啊，萝卜跟那个高丽菜跟饭跟卤肉，不是碎肉。我还是无说呢。妈妈超级忙。妈妈超级忙。对啊，为什么爸爸在旁边吃便当？啊，有香肠。我要吃香肠。这个。妈妈。等一下，排队。对。Are you 哥哥？等一下。哦。嗯，青菜妹妹。选择蛮多的。
是啊，但我觉得它高丽菜好像有点深深的。它这种比较不，我觉得那种火鸡肉饭他们的青菜都不是炒，都不是炒，都是我觉得有点像，烫完之后，然后稍微调味那种。其实很多店都这样。然后他们当然也不像我们火锅店，我们会把梗拔掉。嗯，他梗都当然是给你啊。对啊。妈妈，换我了。那刚刚吃很多高丽菜饭饭。然后吃完嘴巴吃。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像热炒店啊，他们的菜啊几乎都是烫过再炒，就才会快炒。但感觉它真的是没有炒啊，没有油的感觉，就是烫青菜。那还是高丽菜跟笋丝。再加一半吧。卫生纸。送其实每次送草莓的时候，最常给他们吃的是德莱舒麦当劳。好的，哥哥。干嘛？那是给你们吃的啊，菜菜啊。他叫你吃完哦。他叫我吃完。你就知道你女儿很爱管我。管我吃东西有没有吃完？阿月，你那边有没有卫生纸？给我一张。有吗？那你这个高丽菜。妈妈好辛苦啊。然后你就在旁边，就是幸灾乐祸。我没有幸灾乐祸，我帮你看。这个吧，放怀中呢。爸爸，饭饭吗？不要了。再进一个。还很莫名其妙。好啦，慢慢吃，好不好？嗯。嗯，慢慢吃。拜拜。